下午时的课桌，拍卖想象的自由，涂鸦的梦，虚拟王国，都是我的感动。你我都有过，你我都有过，背叛你怂恿，背叛你怂恿，那不懂好奇诱惑，品尝过之后，才能够学会忍痛。那懵懂，谁没有过？那青春。花样疯魔，像推理的小说，读到最后才辽阔。那纯真，腼腆含羞，这时光美丽纵容，在谈笑互动后，青涩我们都变得更成熟。如果玉轩看不到黑板，成绩退步了怎么办？你们要怎么赔？啊？这是作弊耶！只是核对一下我们答案而已嘛。如果我们被抓到，会很惨耶。可是如果你没有申请到奖学金，也是很惨啊。考试时间还剩十分钟哦。不舒服要跟老师说。分数的话是看，所以就是学业成绩大概要87分。OK， 好。对，那我请问你哦，这边是只要这边他填就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的话就是这样。一轩，你进来。谢谢一轩组长，谢谢哦。一轩，来，老师呢整理了一些申请奖学金的资料，给你做个参考，看看你有哪些可以申请的。谢谢老师，不客气。可是。我怕我的成绩不够好，根本就申请不上。不会啦，老师评估过你的成绩，成绩不错啊。就自然科稍微弱了一些，不过你放心啦，你只要够努力，一定没问题的。谢谢老师，你参考一下吧，有问题再找老师。嗯，你去上课了。黄可爱，这次我一定要达到！看我的变化球，再来一球啊！司机，报告，是朱轩他们要怎么样吧？眼球遭到撞击的时候呢，会对眼球前后产生挤压，眼内压提高。巩膜会从最脆弱的地方开始破裂，严重的话就会影响视力，会让视力变差，甚至是丧失，还会影响前方变形，瞳孔会变得不规则，结膜会水肿，
前方出血，玻璃体出血。老师，你说了一堆，是不是要我们两个一人陪他一颗眼睛啊？老师不是有跟你们讲过，不可以在教室里面玩棒球吗？可是那是用报纸做的纸球哎。都一样。隔壁班同学前不久才在教室里面打破了玻璃，你们今天又弄坏一轩的眼镜。还好他的眼睛没有怎样，要不然你们就完蛋了。老师，我们以后不敢在教室里打球了啦。对啊，真被老师吓死了。老师这么拼了。还好吧。眼睛不能戴了，那样太可恶了，一定要报告老师。轩，你没有事吧？对啊，你还好吧？你俩还敢问呢？一轩眼睛被你们用坏了。我没事啦，不要担心我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道歉也没有用，陪一轩一副眼镜还比较实在。不要说了，他们又不是故意的。不行，偏要说。逸轩他妈生病了，新加坡医药费已经够烦了，你们现在用坏他眼镜，叫他怎么跟他爸讲啊？好，逸轩，我们会陪你一副新的眼镜的。好，那就好。他什么时候陪？如果逸轩看不到黑板，成绩退步了怎么办？你们要怎么陪？啊？新眼镜不好戴啊？不是啦，是这个单元有点伤脑筋。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去补习啊？可是以我们家的状况，根本就不可能让我去补习啊。要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当你的自然小老师。你要教我？不要小看我，我可是自然天王哎，尤其是这单元啊，我超强的，再难的题目我都可以解开。我可是江湖上有名的张晴阳张老师哎。你很自恋哎。好啊，讲真的，放学以后我们可以留下来，我帮你复习自然。你说的哦，张晴阳老师，打在我身上。这是我们补习班的测验卷，你先做做看，有问题再问我。谢谢。一轩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这一题。我不太懂，这么简单的题目我来就好了。怎么样，黄老师？这题好像有点深度，还是交给我们张老师比较在行。我有事，我要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你哦，黄老师。不客气。
这题。做化学实验时，通常以酒精加热，其用意为何？增加生成物的数量。起立，李正，敬礼。谢谢老师。逸轩，你刚刚自然考很好哎，班上只有两个九十，超厉害的。哼哼，这叫名师出高徒啦。啥？你白目啊？哎，可以替他作证，谢你哦。对啊，晴言他帮了我很多，我不懂的地方他都教我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那你为什么光叫逸轩？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他的心思我们不会懂的。切，张老师的心思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让你们猜透啊？还张老师哎，好伟大哦。好啦，逸轩，陪我去厕所。你是不是真的对他有意思啊？你不要乱讲啊，只是帮同学一个小忙而已啊。哦，走，要去学校。我的这一半。进来。逸轩，什么事？老师，我已经把奖学金的申请书填好了，可以请你帮我写推荐信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老师写好之后再给你。逸轩，你妈妈的状况现在还好吗？就那样。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怎么啦？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老师，这题英文翻译我只错了一个字，可是你多扣一分了。哦，好，好，老师现在改。不会，逸轩，你是不是因为想要申请奖学金，所以才这么在意分数啊？在意分数不是不好，可是老师觉得你好像给自己太多压力了。可是，老师，奖学金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如果可以申请得到，那就可以帮爸爸分担一点压力了。老师了解，可是你的成绩已经很好啦，你只要尽力就好了，好吗？老师相信你只要够努力，一定可以达成目标的。谢谢老师。进来。这是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师，这是逸轩的奖学金申请书哦。对啊。谢谢老师。谢老师。是他妈妈病情恶化。
谢谢。逸轩，你妈妈还好吧？逸轩，你妈妈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的脸色好像很不好哎。拜托，她昨天顾她妈，当然睡眠不足啊。我妈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，晚上我要跟我爸轮流到医院去照顾她。可是，断考快要到哎，你有时间念书吗？这是作弊耶！小声一点啊！可是你刚刚说的事情就是要我作弊耶，万一我们被抓到了，不只会被记过，还会零分哎！哎呦，我们小心一点就好啦。不行啦！可是，如果你没有申请到奖学金，也是很惨啊。是两回事。总之，作弊就是不好。反正我会努力复习。逸轩，你要不要先回家？我等一下就要去医院了。逸轩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方法？其实那也不算作弊啊，只是核对一下我们答案而已嘛。你不用担心啦，方法很简单，就像打棒球比暗号一样。我在打暗号之前会先挥一下手臂，然后你只要记住，右手抓头是 A， 抓耳朵是 B， 摸鼻子是 C。抓的都是多少？是 B。我再说一次哦，右手摸头是 A， 抓的都是 B。哎，你怎么还没回家啊？老师，我在教逸轩棒球爱好怎么看。哦，逸轩也喜欢棒球。对啊，我最喜欢林书豪了。林书豪？他不是打篮球的吗？老师，逸轩才刚刚开始看棒球啊，所以有时候会搞错。好啦，研究完之后赶快回家，不要在学校待到太晚，知道吗？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会不会被发现了？安娜，不会了。如果我们被抓到会很惨哎。可是如果你没有申请到奖学金，也是很惨啊。好啦，我们先练习一下，到时候用到再说。右手抓头是 A， 抓头是 B。逸轩，你出来一下。逸轩，这是你的推荐信，老师已经写好了，给你。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逸轩，你最近是不是都跟秦阳在一起复习功课？努力念书争取奖学金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可是你要记得哦，奖学金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要鼓励学习，而不是获得奖学金而已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尽力就好，得失心不要太重 ，OK？ 我知道，谢谢老师。好啦，去自习。我们再复习一次，右手抓头是 A， 抓耳朵是 B， 那摸鼻子是 C， 抓肩膀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拜托。都已经要考试哎，就不要再担心而已了。
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公安把暗号记清楚，免得到时候弄错就惨。我们再复习一次吧。右手抓头是 A， 抓耳朵是 B。拜托，都已经要考试哎，就不要再三心二意了。努力念书，争取奖学金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可是你要记得哦，奖学金的目的是鼓励学习，而不是只是得到奖学金而已哦。如果我们都被抓到的话，我很惨。是，如果你没有申请到奖学金，也是很惨的。老师相信，你只要够努力，一定可以达成目标的。这是作弊耶！如果你没有申请到奖学金，也是很惨的。是两回事，总之作弊就是不好。成绩而作弊，因为这样子会让更多同学讨厌我。我不会为了成绩而作弊，因为我会用我的能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分数是短暂的，学习与改进才是考试的目的。我不会作弊，因为我认为以诚实去面对自己的成绩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会为了成绩而作弊，作弊会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年轻的故事，看我的变化球，小心。老师相信，以你的努力，你只要够努力的话，哎，我想错了。